世界卫生组织二十六号表示，自从今年初以来，新冠病毒的死亡病例已经大幅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五。不过，病毒仍然在突变，而且将有数亿人因为长新冠的症状需要长期照护。但好消息是，全球正开始摆脱公卫紧急事件的阶段。新冠疫情已持续三年多。世界卫生组织二十六号表示，自从今年初以来，新冠病毒死亡病例已大幅减少百分之九十五。 95%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year. However, some countries are seeing increases, and over the past four weeks, 14,000 people lost their lives to this disease. 谭德赛指出，疫情至今仍在传播，病毒持续突变，而且估计有十分之一的患者会出现长新冠症状。这表示全球有数亿人将需要长期照护。不过，好消息是 WHO 有信心在下个月召开的定期会议上宣布，新冠疫情不再构成全球工卫紧急事件。至于被指控为疫情源头的中国，近期疫情有小幅上升，但专家认为短期不至于爆发大流行。个别地区呢？ 疫情有小幅上升的迹象。那么，全国发热门诊监测的数据显示，全国疫情总体处于低水平的波动状态。由于中国五一假期将至，出游人数在防疫松绑下恐怕会大幅增加。官员指出，风景区和文化场所一旦出现新冠疫情，将立即全面逐个审查滞留游客，特别是来自外省的游客。公司新闻，这位刘一商编译。